我这么说，我们考中一卷就很火，俺就这个车哈。怎么说呀？这是什么车？这是我电车，这是轿子，电车轿子。你说什么牌子？拿东西拿出一个铁棍，好大胆嘞！看，那你得想办法。电你起来着不？哎，不是，还在转呢，还在门口停了一天。这怎么还出来了？我刚才我说没考中的这我这七点零八秒，十九分零八秒，有一分钟了吗？进球。七点十九分。中一这肯定上跳级了，中啊！上跳级吧，你中一这我牌牌点了，成绩咋子了？要是你真的要过来，你要是参考，你过不得还有人参考，我就不让你打出来打弄算了。中一这数字也叫他们抢出了。又拿出了。数字也抢出了。对，没一分钟了，这快一分钟了。他一杆装起来吧，我上去那么一堆货，一千多万的货，他一杆装起来，出来了一分钟。你看这五十秒，当时那谁看的人家，他天上了，这说看了吗？他说天上了，看了。一个女的光不着胳膊是，哦，不着东西。天差。啊。天差就听了那么说出来的。哎，那五年出来的，不着胳膊，不着装银的那根。